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的 JJ 休斯顿房评。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一套房子呢，还是休斯顿 Sugarland 最好学区的新房子。然后这个房子的售价是55万美金，然后它是一个特别大的高挑厅，所以它的客厅非常大，然后它的挑高也非常的高，整个客厅的空间来说的话，那真的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感觉。当然了，我不能说这个房子它是独一无二的，但是它在这个好学区的这个这一个区域当中，它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一套新房子。它的建商是 Meritage， 是一个非常大的建商。然后这个房子有4300多尺的居住面积，然后它的售价只有50几万。在整个这个小区来讲的话，那它真的是蛮便宜的一套了，因为它的学区特别的好，然后周围的环境很好，居住的人口整体的素质和小区的档次又比较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那这个房子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非常好的一套。您的孩子既能去最顶尖的学校，然后周围的居民素质又非常的高，房价就还好，在50几万的一个中档的水平。所以我想特意介绍一下这个房子。这个房子的各个方面和条件呢，其实它没有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，但是它又哪里都不太差，所以只能说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好的情况下，又很普通的一套房子，但是非常的实用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套房子。如果您是想要一个非常好的学区的学区房的话，那这个绝对是学区又好又是新房的最佳首选。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房子吧。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套房子，这是一套新房子，瑞穗最好学区的学区房。这是位于休斯顿 Sugarland Riverstone 这个小区的一套学区房。一进门，右手边先是这样的一个主餐厅，它的大一层全是实木地板，所以很方便打理。然后左手边这边是一个蛮大的一个书房，很大的书房，你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会客厅。这个房子的总体面积很大，它有4300多尺，所以它总体面积很大。然后右手边这边呢，是一个客位，你看就连它的客位的空间都比一般的房子要更大一些。我们再往这边走，就来到它的大客厅了，一个非常宽敞的大客厅，特别高挑的大客厅。然后右手边这边又有一个小餐厅，小餐厅的这个门是通过去的，通到厨房里去的，所以它厨房旁边还有一个备餐台，这个备餐台很实用。备餐台的旁边呢，就是一个食物储藏室。好，我们现在还是从正面进客厅给大家看一下。这边就是大客厅的这个位置，通天的高啊，所以真的是这种空间感非常的棒，在这个房子当中空间感的体现真的是很棒很棒的。然后呢，这边就是一个早餐厅，早餐厅也很大，早餐厅的旁边就是主厨房，看这个厨房很长很大，这就是它的主客厅，很规整很敞亮的主客厅。这个房子是有样板间的，所以它是个样板间的房型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先去它的主卧看一下，同样的主卧在楼下。好，这边我们就来到了主卧的位置。主卧一进来的左手边先是一个很大的洗手间，这个洗手台、浴缸，还有它的淋浴间、马桶间，跟我们平常看的很多的设计都是差不多的。看，如果您看多了我做的房评的话，其实近几年来所有的房子的房型设计都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吧，反正它的设计就是八九不离十的样子。每一个房型其实都有它的时代感。像这个房型的主卧并不是很大，但是它的窗户很多，这边有一片窗户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大飘窗，就是这样的感觉。然后呢，主卧走出来，这就是一个放你的衣服啊、外套啊、鞋子的柜子。
然后旁边就是一个洗衣房，它这个洗衣房也放了一个 简易的这个水槽，这个设计非常的方便。然后这边就是取车库的位置，这就是我们要看的一层了。现在我们去二楼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去二楼看一下，二楼一上来左手边先是这样一个很大的空间，这就是一个活动室，你可以放点这种马球台呀、或者是放乒乓球台呀、台球厅呀都可以。然后呢，我们从这个楼梯一上来的右手边就是放映厅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放映厅，都是做了隔音处理的。再走过来右手边就是一个房间，这个总体的面积非常大，有4300多尺，所以它的客卧都很大，包括客卧都有这样的一个小的会客厅，可以放个沙发什么的，这种设计很好。然后出来这边就带着一个洗手间，所以这就相当于一个小主卧、次主卧。然后我们再上另外一面，往这边走呢，就是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卧室。我们先来右边这个卧室，每一个面积都很大，然后有自己的洗手台，然后两个卧室共用一个洗手间的设计。这是另外一个洗手台，这是另外一个小一点的卧室。好了，这就是这个房子的总体设计啦。如果您对这个房子很感兴趣的话，可以随时联系我。然后这就是休斯顿最好的学区房，谢谢大家关注。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房子呢是一个样板间啊、我今天会把一个这个房子的样板间和这个房子的现房，没有家具没有装饰品的房子做一个比较的录像，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到哦，原来一个房子的样本间和他买到的现房差距还是有的。那如果一个空房子和你摆上家具的感觉不一样，真的会让这个房子感觉完全不一样啊、但是呢，只要你对这个可以按照样本间的房型一模一样的去布置它，你的房子也会跟样本间一样漂亮。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来看一下这个房子吧。这个房子是一个4300多尺的一个高挑型的房子，最重要的是它的学区非常的好，这是 休斯顿 Sugarland 这边最好学区的新房子。所以如果你想买一个学区好的房子，方便孩子上学又方便您生活的话，那这个位置绝对是独一无二的选择之一，呸，独一无二的选择没有之一所以您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房子，看一下它的样板间是什么样子的，也看一下我们的现房是什么样子的。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感兴趣，可以随时联系我，谢谢大家关注。现在先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吧。